大家好，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，今天要为你们介绍这间非常超值的电梯三房车。我们这个物件位在芦洲区三民路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，今天要为你们介绍这间非常超值的电梯三房车。我们这个物件位在芦洲区三民路，社区名称叫做九保利，屋龄有20年多，物件总楼高有13层楼，地上有13层楼，地下有3层楼，全幢将近有40-45平，目前报价是2488万。现场的格局规划为3房2厅2卫，一个阳台，还有一个平面大车位。我们这个物件地理位置非常的棒，走路大约250公尺就可以轻松的到达三民高中站。我们楼下就是银行一条街，有台湾银行、远东银行、永丰银行。社区门口旁边就是家乐福超市，可以让你们大家任何时间想要去买、想要去逛都很方便。我们目前报价是2488万，全幢将近有45平，目前报价是2488万，换算成一平单价也只有68万出头。现场的屋况非常的好，目前因为屋主单纯的换屋、单纯的买卖，没有任何其他的原因。现场的装修非常的漂亮，室内使用大面积的大理石地砖，非常的耐用，而且也非常的高贵。如果你们本身也正在找这种物件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周边的环境非常的完整，生活采买非常的便利。我们楼下旁边就是家乐福超市，附近还有知名的4大超商，还有许多连锁大卖场，走路的距离也可以轻松的到达我们当地的传统市场。附近的学区有鹭江国小、芦洲国小、三民高中。鹭江国小距离我们这边步行的距离大约是150公尺，芦洲国小距离我们步行的距离大约是500公尺，三民高中距离我们步行的距离大约是300公尺。周边的环境非常的方便，而且距离我们三重非常的近。
转个弯就是三重区。如果你们本身也正在找这个社区的物件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这边是我们餐厅用餐的区域，格局非常的漂亮，采光非常的好。我们这个物件一层有两户，共用一部电梯，一个逃生梯，使用的空间特别的漂亮，屋龄只有20年多。这边的物件它的公设比非常的低，在我们当地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建案，公设比只有20%，是一个非常划算的物件。我们全幢将近有45坪，室内的使用面积就有26坪多。我们现场还有一个平面的大车位，如果你们大家也正在找这种物件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影片中如果我讲解的不是很清楚，如果我叙述的不是很正确，希望你们大家能够多多的谅解。不动产买卖最终以我们的权状为标准，以我们现场的屋况为标准。如果有任何疑问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实地的来现场参观做比较。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室内的房间跟我们现场的格局。我们三个房间都有对外窗，三个房间都可以让你们放上双人床，还有多余的使用空间。这个建案基本上有两栋，我们是属于社区里面的那一栋，基本上没有靠近马路，所以不会有公车、机车的吵杂声，这一点是一个大大加分的选项。我们社区有24小时警卫室管理，还有专门为你收集垃圾的工作人员，基本上不用让你们操心等不到垃圾车，或者急着回家赶快倒垃圾，这一点是真的非常的重要。如果你们本身也正在找这种物件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这个物件真的是很超值，不管是你们要买来自住，或者是要买来收租，都非常的适合。如果你们本身也对周遭的环境特别的熟悉，像这个物件非常适合你们大家来现场参观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，带看都非常的方便。如果你们本身也有房屋想要销售，或者是要出租，也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。我的服务范围有台北市、新北市跟桃园市。我的电话号码是0958-702-518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，也希望我有这个机会为你们大家做服务。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第二个房间。我们现场的使用空间真的很漂亮，格局非常的方正，边间三面采光，采光非常的好，空气也非常的流通。三个房间都可以让你们放上双人床，还有多余的使用空间。使用的空间真的是非常的漂亮。如果你们大家也正在找这种物件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，带看都非常的方便。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，
真的建议你们大家手脚真的要快。好的物件真的是一下子就卖出了。过几天我这部影片又会改成贺成胶，也希望你们大家手脚真的要快。你们目前看到的是我们第二个房间，使用的空间特别的漂亮。如果你们大家也正在找这种物件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的公共卫浴。这边是我们的公共卫浴，使用的空间特别的漂亮。我们现场是属于三件式的，有一个漂亮的浴缸，有免治马桶，还有一个漂亮的洗手台。如果你们大家本身也正在找这种物件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现场的格局真的很漂亮，非常的方正，边间三面采光，采光非常的好，空气也非常的流通。如果你们大家本身也正在找这种物件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再一次为你们报告一下我们现场的资料，这个物件社区名称叫做九保利社区，屋龄有20年多，物件总楼高有13层楼，目前我们销售的楼层在5楼，全幢将近有45坪，现场的使用空间大约是26坪多。我们现场的格局规划为3房2厅2卫，一个阳台，还有一个平面大车位。使用的空间特别的漂亮，屋况也非常的好。现场使用大面积的大理石地砖，非常的高贵，而且不容易脏污，这一点是一个大大加分的选项。如果你们本身也正在找这种物件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，带看都非常的方便。我们目前报价是2488万，换算成一平单价也只有68万出头，总价非常的便宜，而且我们现场的屋况真的是非常的棒，可以让你们大家直接入住使用，不用再做任何其他的装修，这一点是真的非常的好，可以省下许多装潢的费用。周边的环境非常的棒，我们楼下就是银行一条街，我们社区楼下就是台湾银行，旁边还有远东银行跟永丰银行，社区门口旁边就是家乐福超市，慢慢走不到20公尺就可以让你们轻松的到达。这边你们可以看得到家乐福的招牌，我们旁边这个建筑物就是家乐福超市，可以让你们任何时间想要买就下去 shopping， 非常的方便。周遭的环境非常的棒，距离我们最近的捷运站就是3民高中站，走路的距离大约是250公尺。我们旁边还有鹿江国小，走路的距离是150公尺。附近还有泸州国小，走路的距离大约是500公尺。如果你们本身也正在找这种物件，
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，带看都非常的方便。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影片中如果我讲解的不是很清楚，如果我叙述的不是很正确，希望你们大家能够多多的谅解。不动产买卖最终以我们的权状为标准，以我们现场的屋况为标准。如果有任何疑问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实地的来现场参观做比较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，带看都非常的方便，希望你们大家真的要把握，像这么好的物件真的非常的少，而且我们的地点非常的优，就在捷运站旁边，到站就到家，非常的方便。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的大客厅。我们这个社区有24小时警卫室管理，还有专门为你处理垃圾厨余的服务。地点非常的优，价钱也非常的便宜。再来，我们的屋况非常的好，格局也非常的方正。一层有2户，共用1部电梯，1个逃生梯。使用的空间真的很漂亮，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我们现场是使用大面积的大理石，非常的好清洗，而且非常的高贵，像这种材质真的是非常的昂贵。如果不是本身很有钱，或者是本身很坚持，基本上很少看到有人在用大理石的地砖，因为像这种材质真的是非常的昂贵，而且它还是有拼花的，非常的漂亮。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好的物件真的不等人，像这种好的物件自己会找合适的屋主。很多人买房子都要看看缘分，像这种物件如果你们大家心里面有感觉，建议你们大家手脚真的要快，赶快跟我电话联络，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现场参观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，带看都非常的方便，也希望你们大家真的一定要赶快跟我电话联络，谢谢你们大家。
家好，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，今天为你们介绍这间非常超值的电梯三房车。这个物件叫做九保利社区，屋龄有20年多，物件总楼高有13层楼，地上有13层楼，地下有3层楼，全幢将近有45平，目前报价是2488万，换算成一平单价也只有68万出头，总价非常的便宜。我们这个物件屋龄非常的年轻，只有20年多，现场的公设比也只有20%左右。我们全幢将近有45平，室内的使用空间就有26平多。现场的规划是3房2厅2卫，一个阳台，还有一个平面大车位。周边的环境非常的完整，生活采买非常的便利。我们旁边就是家乐福超市，24小时营业，欢迎你们随时到隔壁去消费。再来，我们离捷运站非常近，三明高中站左路的距离大约是250公尺。我们旁边还有陆江国小，左路的距离大约是150公尺。附近还有泸州国小，左路的距离大约是500公尺。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好的物件真的不等人，也希望你们大家有这个缘分买到这个物件。目前房屋的销售非常的快，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，也希望你们大家能够把握，也希望你们大家动作一定要快。我今天就为你们介绍到这里，希望你们大家会喜欢，也希望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影片中如果我讲解的不是很清楚，如果我叙述的不是很正确，希望你们大家能够多多的谅解。不动产买卖最终以我们的权状为标准，以我们现场的屋况为标准。如果有任何疑问，欢迎你们大家能够实际的来现场参观做比较。谢谢你们大家。这个社区是一个很优质的社区，很少有物件拿出来销售。如果你们大家也正在找这个社区的物件，欢迎你们大家手脚一定要快，赶快跟我电话联络。好的物件真的不等人，也希望你们大家有这个缘分买到这个物件。谢谢你们大家，也希望我有这个机会陪你们大家一起喝成交。谢谢你们大家。